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好，天罗地网开麦，咁啊，今日多咗十几个同学啊，我哋嗰、那个大家成听讲话，我哋有个时空式互动课程噶嘛，咁啊呢度有三个系我哋其中学员，而家我哋嗰个课程个班都有几百人啊，好似唔止啊，成三百人。計埋鹹秀，阿自己介紹下你叫咩名？我叫 Cecilia。你咧？我叫英文名。你咧？我叫陳家智。冇英文名啊 ？Gary。你喺邊間大學啊？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你咧？你邊間 ？Hong Kong U Space。哦，你咧？我係 City Poly， 好耐以前未轉大學嘅。哇，好耐咯喎，嗰間。咁啊。未介紹佢哋嗰個心得之前咧，有一副牌要介紹下嘅，啱啱寄到嚟俾我嘅，喺廠又斷咗貨，天狗紙牌，天狗啊，日本啊，嗱呢個天狗嘅紙牌，天狗紙牌，我係打仗用。所以嗰陣時咧，你話唔搞咧，你係大件事啦。日本仔啊，自己搞啊。呢啲係成個係佢哋牙仔嘅天狗紙牌，做得好靚添，即係天啦，天啦嚇，係啊，佢唔同嘅。佢完全做得好靚，嗰啲紙牌做得好靚，啊！天地啊，做得好靚，嚇、啊！啲紙牌，因為我哋唔搞翻咧，佢遲下走去登記文化遺產。韓國整咗我哋話端午節都係佢噶嘛，佢話孔夫子已經攞咗咁滯啦，因為孔夫子係朝鮮人啊嘛，所以啲文化咧就要推廣。但係佢哋係好有心機咯，日本嗰啲説明啊各方面啊都解構得好好嘅。哇！解釋好清楚嘅，點樣玩法啊？點樣成啊？啊？點樣做裝啊？啊！大家影啊！呢邊嚇，好詳細。詳細啊！咁啊，點解要叫啲同學上嚟？因為好多人問咧，有啲啊想報名讀，又唔清楚個詳細，又因為我嗰個課程咧要大學生先收嘅。點解大學生要收咧？而家佢全部都係初階嘅學生嚟嘅，進階班咧開唔到，因為未有人有嗰個資質。即係想話揾翻幾個學生夠條件咧，我就會開一個進階班，但係。冇啊，因為個個都養妻活兒揾食啊嘛，冇，即係你開班明知佢做唔到嘅，咁你做唔到嘅唔夠條件，你即係冇必要啦，嘥大家嘥時間。我教咗你又明，即係你明知練唔到嘅，咁咪費事教，係嘛？所以以前，所以不嬲都係一個係喺嗰個。就算你去英國讀巴黎學院，或者入去英國舞蹈學院，或者讀去英國皇家音樂院，都係好嚴格噶嘛。唔係話你讀就收你啊，你明唔明啊？當然。即係個老師都費事嘥時間，你都唔係個資質，係好困難嘅。好啊，首先你講下你係第幾期㗎？我係時空式鹹秀嘅。我哋係鹹秀㗎，哦。
咁你講少少心得聽下啦，學咗之後有咩心得？學咗之後，大聲啲。學咗之後，我覺得自己睇多咗書啦，同埋上進咗咯。我會去揾啲課程去讀，去進修翻英文啦，同埋我對客咧都會即係冇以前睇得咁緊張，或者對佢哋可能好容易就吻，而家唔會咯，覺得係。啊，係咁噶啦，佢哋平常心咯，即係覺得知道佢哋個性格或者佢哋背景，所以個人會體諒多咗。仲有咧，屋企啊、家庭啊啲嘢咧，屋企都和順咗，即係可能了解到有時男仔或者我老公啦，有啲嘢睇唔順眼嘅，以前睇全身都覺得唔順眼，但係而家覺得啱佢翻工辛苦都明白嘅，咁就鬧少咗咯，關係好過之前。嗯。你呢？你有咩心得？我係2016年一月開始讀函授班嘅，咁就一開始就接觸博士係因為有個髮型師同我剪緊頭髮嗰陣，佢講話網上面有個姓郭嘅講時事啊，或者講啲歷史咧講得好精彩，咁又有啲粗口爆下就即係。好有技巧嘅，佢講到，咁我咪上網去揾嚟睇下咯。咁我發現，咦，佢講啲嘢我又覺得好，我接受咯。即係佢例如佢話，有啲人中意口渴就飲奶茶、咖啡、檸茶、檸水，但係有啲人就中意飲清水。咁我覺得，咦，我都係中意飲清水嗰只喎。咁所以我又繼續去揾博士啲嘢嚟睇咯。咁我學咗時空識班就。我最明顯覺得自己是冷靜了的，例如對事情發生會分析得好像仔細一點樣，即是不會那麼衝動立刻去做反應，還有對人是好像和善了咯，因為明白了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障礙，我們要即有同理心咯，是啊，那你是函授班啊？函授班，你都是函授班噶。系啊。你咧，陳俊傑？我就第幾時？第二班。哦，第二班嘅幾耐啊？兩年前到啦。哦，兩年前。大概兩年前到。哦，你嗰班最多人好似啊，百幾人嗰班啫。三四張台，有四五張台。嗰班比較多人嘅，我唔知幾多。第二班係收咗成200多萬學費啊。我記得第二班，我都有準備嘅。我收咗200多萬學費啦，講課講咗2個幾鐘頭嘅，一堂算數。所以香港學費最貴我應該，即係而家暫時睇啊。即係或者你哋 search 啊，邊個人開 course 可以2個鐘頭收200多萬學費咁貴咧？全部都要大學生嘅，同埋問我教咩話冇嘢教嘅喎，係咪？你都唔知教乜嘢嘅喎。咁有啲人問你，問到問得厭沉得滯，喂，我教你阿媽點解係女人啊？真冇嘢教，因為冇嘢吸引人嚟喎。即係你要賭一鋪嘅，其實嗰鋪咧好緊要嘅，即係你都唔夠膽賭一鋪，咁你即係入唔到門啦，你明唔明啊？以前古代我哋有啲法術，佢真係個師傅叫你，喂你。你擒上去嗰時，佢嗰啲平房啊、二樓度啦，啊你行上跳落嚟得噶啦，我接住你噶，唔使驚啊，唔使驚，因為你唔接咪撲街係咪？你咁樣賭個鋪啦，但係佢真係冇接你喎，係咪打嘢？冇啊，就嗰度厲害啊嘛，所以係好深奧學問，即係等於話，喂，你嘥嗰1萬零2萬蚊學費都唔敢賭。即係你係冇嗰個少少膽識咯，所以嗰陣時咧就乜嘢都冇話俾人聽咩學嘅，但係你覺得學得掂唔掂啊？收咗了嚇？有用，我覺得值咯。因為如果喺大學學嗰啲咧，其實未必用得翻，但係而家我哋學嗰啲係會可能令我即係有推動力啊。你咧？你感覺學到啲乜嘢？學完之後到而家大概練功練咗2年到啦。
差不多日日都有練嘅，有時即係無可避免就出咗差啦，或者個地方唔方便我練唔到。但我效果都覺得最明顯咧就係大膽咗好多。呢啲嘢譬如阿博士成日講嗰啲咩阿媽係女人嗰啲，即係啲學問知道咧，但係你唔知道，你用唔到出嚟嘅。但係我覺得練完功之後咧係。是自自然然出嚟嘅，譬如大膽咗啦，同埋好似阿頭先阿陳家智講嗰啲做每樣嘢咧係自然自己咦，會係停一停，諗下你係咪咁樣做先，變咗冇犯咁多錯咯，咁最明顯就係工作順利咗先，同埋大膽咗頭先講，大膽咗以前有啲嘢唔夠膽講嘅，就算啱都未必夠膽講嘅，因為你又驚得罪到人。但係我而家分析咗啱喎，就算唔緊要得罪啲人，可能我講多兩次，件事會清晰咗，成件事會順利咗。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大分別。喺我嘅標準咧，就係、是、當然係唔掂啦，即係以我自己個人嘅標準。但在这个时代呢就很难说用我的标准去那把尺度度个世界呢就不公道。因为他们现在在教育呢全部是很表面的知识来的。几乎就算他们做到现在教授或者做到局长，今天我在黃毓民錄那個下一個禮拜的那些年都有提到，他就是爭那個收回主權，什麼恢復行使主權都爭到無厘頭，傻傻地咯，啲人你收回和恢復影響到在哪裡呢？說不到出來的，等於話，就算做到啲大官啦，咁王光啊退休咁啊，喺電視琴日、今日你哋都睇到，唔知今日琴日喺電視，人哋問佢嗰個傑出一黨專政咁，佢又講到一嚿雲，又話呢個唔可以選立法會員乜乜，你再問咁佢，喂，我離咗職啦，咁你既然間知咗早離咗職，第一句問你，你就話我離咗職啦，咁咪算咯，係咪？即係睇到啲人個水平咧非常曳，即係佢自己俾啲子彈人嚟打自己。喂，不在其位啦，咁啊收工。但係亦都睇到中國共產黨而家啲低 B 幹部咧，明知個喬丹陽係離咗職噶嘛，又要走落嚟香港講嚟我啲廢話啊嘛。咁我哋嗰個特區首長咧，就一隻真係得個鵝字嘅啫嘛，佢個名字有個鵝啊嘛，得鵝扯埋粉果，已經鵝鵝。佢亦都唔可以好清晰咁話俾對方聽，香港係一國兩制之下行使基本法。咁一國兩制之下嘅咧，喺基本法咧係保持嗰個言論自由。如果喺嗰個言論自由有冇犯法咧，我哋有個律政司做檢控嘅，咁我哋絕對有權力會執法噶啦。如果冇得執法嘅話咧，我哋就唯有接受呢個一國兩制之下嘅特色，或者你中央政府可以改基本法，或者你喺中央政府可以重新立法。或者你中央政府可以而家我唔玩一國兩制，玩一國一制，咁咪得咯。但你嗰個特區政府嘅首長完全冇呢個吉事啊嘛，你有理據都唔敢講，香港咪亂咯。咁啊變咗擁炸嗰啲咁嘅打锣打鼓啊、明锣開道啊、彈到中之流呢啲咁嘅黑衣嘅人物咪走出嚟暴頭咯，亂咁噏嘢咯。咁啊，系咁樣死啫喎！即係無事搞事，無事生非，就係你中央政府嗰啲低 B 幹部冇水平，
既然間你話依法治國，依法治港，成部法喺度㗎，你唔使講㗎，唔需要講嘅話，犯法咪拉人咯。我覺得啱唔啱先？你唔需要學董建華咁啲法律，唔係話董先生嗰啲咁嘅董建華呢只垃圾咁低 B 噶嘛？即係啲法律唔講咧就冇咗，係啊好啊，唔提啊冇咗啦，咁啊好啊，係咪啊？咁你信唔信會冇咗啊？嗰部法律擺香港，唔提啊會唔會冇咗？唔會噶嘛。所以你做官嘅人咧就唔講嘢，有咩事就交代俾刑事部門或者佢犯民事，你咪告佢咯。犯刑事你咪告佢咯。你政府都告得民間誹謗啊，正新加坡咁。所以為官啊不在多言嘅。咁啊希望我哋嘅節目有啲中方嘅人士聽到咧，你哋要提醒你啲同事。雖然佢哋低 B 啲，就唔好低 B 到咧俾人笑，係唔需要講嘢噶嘛？你成套法喺度，所以你提啫，一提嘢提，基本法就提嘢提冇用噶嘛。等於而家你中國嘅憲法，一提嘢提憲法啊，最近成日講憲法，但你又冇做到嗰憲法嗰個基本嘛？我翻印本書，你幾時批俾我咧？係嘛？即係佢哋行文字打嘴巴嘛，自暴其短啊！即係俾人個印象咧，係一個好冇管理水平嘅團隊嚟嘅共產黨人。咁可能而家你香港政府呢扎殘官咧，就會學一啲低端嘅管理手法嚟管香港，咪死得！即係好嘢就唔學咯，係嘛？我哋尊重一國兩制，尊重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亦都有集盲管黑帝噶嘛，因為我有個朋友咧先向我投訴，好大鑊。佢為咗搞啲環保啊、污染啊，中央政府環保部門落咗啲窩打啊，佢擴大嚟做，成個市咧停曬喎。後屘我個朋友翻到北京，揾到啲識得人啦，抄翻嗰啲中央嘅指示落嚟。喂，冇喎，冇咁樣講過喎。下邊嗰啲市委書記、市長驚定先，做過龍啊！咁你碰唔碰街啊？咁啊揾到人話冇嘅，咁啊攞翻曬啲指示落嚟咧，話翻俾啲市委書記聽，揾啲省委話俾聽，你真係冇喎，中央冇話叫你哋咁樣做法喎，咁先恢復翻可以開工啲廠。佢第一間嘅恢復，你唔係撲咗街啊！所以你咁樣停曬，咁你嗰個城市啲經濟咪死咯？係咪啊？廠都死，廠啊死先啦！咁你個城市經濟你冇咗出口冇曬成，咁你又冇税收噶嘛？所以呢個係中國嗰個官場咧好大鑊嘅，唔係淨係中國添喎，以前香港都係嘅。譬如話你做公務員。紀律部隊俾咗面冇你，原本咧就話叫你十點鐘、十一點、十二點啦，就去總部見噶啦。某某嘅長官要接見你，佢唔家產啊，驚死漏氣，提早半個鐘頭喎，十二點到十一點半落咗嚟幾個人咧，咁啱九點鐘又翻到去總部坐度等啦，半骨完嚟個 order 係十二點嘅，隔幾個人啊，驚死先。驚死執書啊！提早半個鐘咁提得幾提咁啊！提到九點鐘翻坐到一碌病咁咯，你睇咪大鑊？一個官場真係咁，即係唔得準精準，所以就好好笑。咁啊，繼續努力啦！即係起碼你知道因為我哋嗰套課程咧，唔係喺個理論嗰度。最重要在你嗰個行門每日嗰個練功嗰度，因為通常一般人咧就好難話行為、語言、那個思想咧能夠合一嘅，同一時間做一樣嘢好少，多數分開做。你食飯又睇電視，係嘛？寫緊嘢嗰時，咁啊諗住嗰套電影點啊，唉約咗邊個人啊？你好難集中一樣，即係你做一咧就諗二三四出嚟嘅，自己走出嚟嘅。
但佢最重要咧，佢唔知你一同二三四走出嚟嘅中間咧，仲有空間喺度，好難 feel 到啊個空間。即係你呢個意識走出嚟，第二個意識出嚟嗰陣時咧，由你第一個意識一收工，第二個意識一上嚟嗰下咧，那個空間咧係好難，因為佢個意識流係好一條薄布咁行過去，一路跳出嚟，好快。但我哋個方法咧就話，俾你練練一功咧，你訓練到你個心靈嗰種力量咧會停一停。當然呢個係唔理想中都冇計啦，香港嘅社會係嘛？咁你哋學得到幾多咪算幾多？咁我一陣間咧嗱，你啊，你咧就問一四七嘅題，你就問二五八題目。呢度有九條有八條題目，你啊問呢、這個三六九，即係佢就係問兩條啫。你問二五八，佢第一條一陣間問先，啊！我介紹我啲新聞先，即係有啲新聞就講一講。嗱咁啊，呢個劉光華咧就應該要下台噶啦，嘥咗億幾元搞個青年咧喺交流喺內地，啊！有個交流團咧去湖南咧，得一個人參加啫。照舊資助成團出發，一人團都出發，係咁你話，你係咪搞笑咧？嗱，呢啲係劉光華呢啲咁嘅乞衣嚟嘅，呢個人乞衣嚟，喺我心目中呢只係乞衣嚟嘅，啊，都唔知點會做到局長。你做到局長係支市民嘅錢噶嘛？咁你搞團都冇理由搞到一個人嘅團咁撲街係嘛？佢真係博大無國，冇人審查嘅，冇人知嘅。呢個審計署射佢民政局嘅喎。嗱呢啲咪要問責落台先。咁點解冇人跟進要落台咧？咁你嗰啲議員成日鬧政府呢啲啊，唔肯鬧係嘛？呢啲情唔係鬧噶嘛，呢情要俾壓力要佢落台啊嘛。因為你問責局長嚟噶嘛。有啲咧有潛在利益衝突嘅，就可以批錢。啲錢係社會嘅錢嚟嘅，市民嘅錢嚟嘅嘛。係好大件事嘅。嗱，呢個正話先話緊嗰只黃光亞啊嘛，佢係衰到冇人有咁啊，又係叫人結束一黨專政係違法啊嘛。咁違法你使乜你講啫？特區政府要拉人噶啦，違法違反邊條法先？啲記者冇水平問佢喎，你問佢違反邊條法咧？嗱，而家我個人企喺大陸啦，違反邊條法？嗱，我當你面話結束一黨專政，唔該你揾公安嚟拉我啦。睇下佢點樣樣做。佢話唔關事，呢個乞衣黃光又係喎，問得兩問佢一路行路，我哋如果積㗎啦，你唔好再問我嘢。咁你啲積你冇人答咧，就你話係咪冇水平嗰啲，垃圾都冇人就。咪係好曳咯，而家啲官真係好曳咯。但係嗰啲記者都係曳。咁你特首唔帶頭去講得好清楚。你可以話乜嘢唔講都得喎，你中央政府打一張面冇落嚟，立曬法，話有呢啲人唔講得，有啲人唔講得，嚇、啊，係你可以話乜都唔能講得，你講嘢要申請都得㗎，嚇、啊。有人問我呢、這個黃子華搞到黃牛飛咁貴，啊炒到成皮半嘢一張，你冇買啊，嚇、啊？嚇、啊！揾食啫。呢啲緊有啲大媽國人買嚟搞嘅，你信耶穌啊？信佢講啊！
咁呢個報紙話咧就隨時炒窿收場。咁啊，過往天命啦，世界真係，即係有一個香港咧就搞到古靈精怪，乜都有嘅。咁同埋有一啲網友咧就傻傻地嘅真嘅，佢話點解你最近啲報紙成拎蘋果嘅？咁咪拎乜嘢？文匯啊！拎個大公報出嚟。人民日報啊！咁蘋果撐得最狠啊嘛，今時今日已經撐政府，唔通我跟住東方報講啊，跟住文匯大公報講、星島講啊，唯一得佢仲係可以撐嘅，但我唔企佢立場嘅。我只不過有段新聞，我唔會引用蘋果立場，我用我自己意見。嗱呢度咧就講阿金仔同阿 Donald Trump 咧就嚟開會啦。啊呢、這個真係高人啊，值得要欣賞。佢首先咧未同你美國開會咧，佢同佢南北朝鮮見咗先，真係高手喎。又同大陸握手。唔係佢真係玩到出神入化呢盤棋。阿潮州金仔，朝鮮金仔，佢呢次好厲害嘅。如果佢南北朝鮮一簽咗協議咧，你其他咩國家唔需要講嘢，光涉內政啊？看下佢嗰盤棋點樣捉啦！如果喺嗰個一個民族尊嚴咧，佢哋應該係要和談嘅，即係大家佢哋而家只不過停火啫嘛，停火啫喎，未係話徹底嘅停戰喎。他們做得好咧，應該係對個韓國人係好嘅，因為大家都虛耗嗰啲力量喺度鬥爭，虛耗大嘅。咁你係俾外國分裂咗你噶嘛？佢唔係自己想分裂噶嘛？同我哋中國嘅分裂唔同喎，即係以前東西德咧係外國人搞嘅分裂噶嘛，但我哋中國嘅分裂咧自己內部搞分裂。個台灣問題都係，所以當年咧，毛澤東有一個好大嘅遠見嘅，即係佢咪發一封廣噶，登曬報紙，出曬鵝膽噶，係一個遠景嚟噶。佢中國咧，如果分咗有十幾廿個國家咧，就好難過。一變咗唔使一個政府孭咁重飛啊嘛，你明白我意思啊？哦，你有幾千萬咁，你咪自己搞掂佢咯。你有幾千萬，咪搞掂佢咯。當年毛澤東係提過，大家抄翻睇啊。唔知1932幾年，毛澤東講過呢樣嘢。但我嗰次我哋有節目都講過㗎。如果個李澤先生咁豪同偉略嘅，我西藏人已經咁多人啦。我喺西藏畫一個地方俾你，真係自治區，正式自治區。獨立唔獨立咧，唔拗呢個名詞嘅。現在都自治區了嘛，聯邦制，但你自生自滅了，我不用投赤，將你那個西藏的範圍縮小了，你幾多百萬人，褪回幾多赤地給你，你自己自成一個，在這裡圍牆，學阿東哥爭去墨西哥整條圍牆圍著，你沒人搞，難道你怕他打過來？新疆又是，多安樂，知不知道？台灣咪保持現狀，等你查產督產咯，費事浪費啲精力啊！你害㗎呢招，好啦。另外你有啲少數民族咧，阿支阿左重慶巴閉嗰啲咧，又喺西藏隔離側邊雲南嗰啲啊，又整一個地方嗱，你中意咧可以去曬嗰撚地，係啊，人滿之患啊嘛！你又要房屋啊，又要醫療啊，成你個負擔幾重啊？
你文叻，你咪自己搞緊掂佢咯。我仲支持你添，用中國國家嘅開發銀行咧支持你搞建設先，借錢俾你低息，你咪同我打工咯，還你息咯，啱唔啱啊？事實係㗎，咁撚我開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宏圖偉略嘅國策嚟嘅，知唔知啊？即係唔係話咁狹窄嘅民族性啊？你割咗啲地啊？各樣領土啊，分裂啊！屌，而家都分裂緊啊嘛！佢喺度壓緊住啲地方喺度住啊嘛！嗰啲唔係俾你壓咗啊？唔通你殺緊曬啲新疆人、西藏人咩？係嘛？都係壓咗你㗎！屌，我不如撥埋呢邊啦！唉，大佬，我唔使俾你抽我水啊！喺成個國家，如果大原則嚟發展啊，好犀利一樣。呢個係好厲害嘅策謀，呢個真係大中國嘅謀略嚟，呢個好厲害嘅。你西藏人，我俾三幾萬尺土地你，咁你嗰幾百萬人，香港都係一千尺啫嘛，平方里都養都住緊咗八百萬人啦。我俾個十倍你啊，二十倍啊，都兩萬平方公里啫嘛。西藏嗰版圖幾大啊？咁你咪自己成一個啊！西藏個咁啊撚都好啦，唔使養你喎，大佬打個算盤響到甩甩聲噶，唔使養你喎，你知唔知啊？係嘛？喺嗰個政治經濟學嚟講啊，又冇咗嗰個爭拗喎，你咪喺度做大禮拜咯，日日關撚事，坐你喺黃州係嘛？你信乜撚都唔撚理你，你死人冧樓都當睇唔撚到。掃你走添啊！如果我做政府真噶，宏圖偉略啊，屌冇撚搞咁多嘢，我要養你啊嘛！你壓住個地方而家，你有咩貢獻先？你嗰班友咁撚窮嘅冇貢獻，係個國家負累嚟噶嘛？有冇呢個思維咧？呢個真係阿習近平真係你值得要考慮。你用翻毛澤東嗰套思維出嚟咧，係值得考慮。唔係我哋講噶，呢個搞十幾個國家，我冇叫佢搞十幾個咁多，你搞幾個啫喺周圍啲衛星國際聯邦制，有諗過自身前面，屌你一路應入，撚使捱金，跌埋薪水發展，歡迎你哋移民過隔離添啊，咁撚開心，係嘛？我有陣時人滿之患啊，冇益噶嘛。嗱，你請呢個咁嘅喬曉陽嚟，咁你咪撲街又係講錯嘢咯。對付港獨不能做開明紳士，我支持佢呢個論點嘅喎，因為佢有言論自由，佢亂講啊，但只係水平低啫。如果真係有港獨搞出嚟，都冇市民贊成噶嘛，佢憑邊樣嘢搞到個港獨呢？如果你話揾把口噏啊，當係係又好世界啦，噏噏下就係嘅話，佢即係而家佢諗啊，佢哋而家佢共產黨當撚咗佢話噏噏下咧，就我哋啲抗心一號咩心一號噏一下咧，就有嗰啲芯片噶啦，有個晶片啦，有冇啊？而家有冇啊？有假嘅，有冇啊？偽造，佢話噏啊就係，屌你！你真係冇撚有志啦，共產黨你啲幹部係嘛？因為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地方，這個都不是叫紳士，人家依法治港嘛，依住看著那本天書來行嘛。你被人看的是很水平低的人物來嘛，你喬曉陽這些是黑衣來的，真的又是黑衣來的。好了，那你到你那個湯沙華自己大律師，你是參與真是口噏噏，你身為大律師，你責任講清楚俾聽嘛？喂，香港唔掂喎，香港言論自由社會嚟噶，你哋唔好噏呢啲嘢。佢哋犯法嘅，我哋可以督促政會咧，要拉人封艇。咁啊，收工噶啦，唔係咧，你就無謂講，你引起個社會震盪，亦都冇需要。即係同埋你係提高咗嗰啲咁嘅吹水人嘅地位啊嘛。點解戴耀廷嗰冇地位㗎？行出嚟神憎鬼厭㗎，邊個地位啫？就是你共產黨咧，就噏呢啲友咧，就變咗佢行出嚟好似英雄咁撚樣。有啲泛泛冇噶嘛，靠話喂打到共產黨，結束黨專政，
香港獨立咁咪攞籌碼啫嘛。你唔撚睬佢就咩事都冇嘅。你坐喺佢呢個覺得好撚得戚，又見下報紙又成啊咁樣，因為佢啲人咧乜撚都冇，就靠呢啲嘢咧攞個少少光環走喺朋友之間咧，好似白民主鬥士咁呢啲，你共產黨冇理由中呢啲招噶嘛。但估唔到呢啲低 B 幹部，屌你咩去講呢啲嘢咪中招咯？佢原本冇地位嘅，你咪製造地位咯。我講得啱唔啱先？有咩地位啫？冇地位嘅一班人。有人問我咧，話恆基地產咧，咁好心啊，攞啲出租地皮俾人起租合屋兩年啦，揾老襯啦，原來入邊咧有68億豪宅嘅大計啊！呢個社會而家咧好怪嘅，我如果佢唔攞出嚟俾人哋整組合屋兩年，咁啊點咧？屌你撚得人哋有68億，好680億關你差事咩？佢投資者買個地皮，緊要賺錢啦，唔撚得賺錢啊！佢起豪宅咩豪宅都關你差事啊！你又睇到個社會咧？是很撚曳嘅，呢啲咩團體組織啊，啲古靈精怪呢啲係全部垃圾嚟噶嘛。香港一個自由社會，佢唔需要話一蚊租出嚟嘅喎，即係諗住我個地盤而家做緊職，未搞掂，要等個批職搞成咧，我先開工嘅。咁橫掂都擺到養老鼠啦，不如一蚊租出嚟俾團體咧，有兩年租約俾佢哋，俾啲僆仔可以平租啲住下咧，又有啲團體肯搞。佢一個善意嚟嘅，而家一個社會咧唔撚欣賞人善意不得止，仲話人哋咧入邊咧有單嘢咧係可以啊幾十億嘅豪宅大計，啲咩黃撚鳩嘅？呢啲人啊冇撚興喎，呢啲叫做係而家嗰個潮流興嗰啲左膠啊，亂撚咁噏，係嘛？唔使賺錢啊？唔通蝕本先啱啊？做生意你買得過咪唔係買咯，買唔撚過咪冇撚買咯。係嘛？冇人叫你買啊嘛！啲樓貴，啲報紙亦都黃撚鳩啊嘛，亂噏。嗱，呢啲咁嘅民主黨呢啲垃圾嚟嘅，就係啲尹兆堅之流，即係指名批評人，話人哋公關工程。點解我人哋可以唔撚做公關工程？我係公關工程啊嘛？點咧？有人受益啊嘛！即係等於你話人哋捐錢沽名釣譽，你去捐啦，你都可以沽名釣譽噶，啊！呢只尹兆堅啊，記撚住佢啊，屌乜第二年咪撚投佢票添啊！呢啲垃圾殺嚟嘅，咪呢啲真係冇撚興噶呢啲人，請撚住啲做議員啊，撲街噶嘛！即係你要去挖眾取寵，你都有啲理據出嚟噶嘛。人哋做好事，屌你有冇理人哋話揾著數？自己又唔撚做，係咪先？唔鼓掌不得止喎，正撲街嚟噶嘛！而家啲垃圾議員係嘛？你話投嘅香港點解唔撚亂啊？唔亂先要企啊！大家再睇睇肥仔今個相啊，真係有型啊！停止核試，唔射洲際導彈咋？你睇清楚啊！停試洲際導彈啊！其他導彈咧？冇講，遠得滯，係費嘥力啊！佢控制唔到啊 ，cancel 翻。係啊，日本、韓國冇提啊，洲際導彈唔射啊，即係唔射喺美國住先，其他冇講，所以係好厲害。佢啲招咧好厲害㗎，咁啲我又唔係射你美國關你差事咩？係嘛？啊！我估唔到肥仔呢盤棋行得咁靚喎，能放能收喎，又識行個停著喎，即係我擺咗啲棋俾大家睇啊！大家好多網友都話睇到嗰啲停著好厲害啊！你有冇睇啊？佢有冇睇咗啊？有睇錯偷。睇咗你啲棋喎。
係嘛？嗰幾佢只雀仔啊，你睇得兩睇，哇！屌，原來咁樣先死嘅，唔該曬。等佢自己死啊！而家當老真，當老真好似琴日今日啊，賺金仔添啊！焗住話佢開名要值得尊敬，巴唔巴閉啊？嚇！即係，但呢啲鬼佬真係作風真係咁喎，佢隨時可以變身嘅。同你扎馬扎到痕曬，拍曬台又金仔，今日佢爭啊肥仔金啊公開，話值得尊敬啊嚇，啊開明啊嚇，夠癲啊！屌你，所以你見啲鬼佬玩嘢，你真係要小心。你都唔知幾時變臉㗎，真係佢啲變臉犀利過我哋中國四川變臉。早兩你先聽見哇，嗱我仔咧喺台邊嘅啫，啊金仔嚇，佢我都有個。係嘛？咁而家佢又賺阿肥野金，咁咪金仔係咪叻先？玩到你雜鬼佬咧，啼笑皆非，真係叻嘅。有啲真係棋手嘅風範啊！喺俄羅斯教嘅，會啊會啊，會啊，有啲影子喎。有，成個進退時間啊，拿捏得好好。即係嗰個 timing 非常好，佢突然間出嚟講嘅，嗰度嚇你一跳。又去大陸拍手。係啊，自己啊去大陸握手。佢哋，所以大家如果睇新聞咧，任何國家啲領導出嚟講嘢咧，真係要學。大家如果睇新聞咧，要留心嘅。好似今日法國總統講嘢又好厲害。早兩日先同你當真攬頭攬攬計喎，吹曬水喎 ，friend 到打兵咁喎，哇！今日踩你老撲街喺國會講嘢，知唔知啊？撐喺度當真上天花頂啊，大佬，法國仔，幾撚多民主黨鼓掌啊！屌你咁樣講到，係嘛？但佢係好有理據啊，講得佢嗰篇嘢。嗰、那個幕後高手寫得好，即係佢可以轉個彎咁樣。你美國而家嘅世界咧，唔可以玩孤立主義。大家應該睇今日嘅新聞。好，咁啊，有啲問題，你第一條，你係147呢個，你問先。我哋節目問題。第一條問題就係話，香港政府會發26萬個車牌俾大陸司機，但係咧佢哋咧就唔使考試嘅。問博士點樣睇法？發咗啦！發咗？發咗啦！即係嗰啲大陸人落嚟香港咧，攞住個大陸車牌咧就唔使考試咧，就發咗啦。咁恐怖！所以係危險㗎，因為佢上面習慣咗又上咗落㗎嘛。係咯。係啊，所以有啲議員咧要跟進呢件事。要跟進真係要跟進，究竟最近有啲咁多嗰啲高速公路啊，有啲咩事啊？係咪有啲中港牌啲車落嚟咧？佢揸慣右上咗，同你左上落咧係兩件事嚟嘅，會有錯覺嘅。但起碼都要考個北試啊，或者一個普通路試噶嘛，係唔應該咁樣變，即係唔使考試咁樣即刻就發啊嘛。交通標誌發咗26萬啊，係啊，交通標誌都唔同噶嘛。咁點解嗰啲議員唔知啊？亦或知唔去追問咧？咁呢啲真係要揾人跟進。好啊，你第二條問題。第二條教育局冇説明修改教科書原因，多塔點睇啊？人哋問佢點解佢答得唔清楚，答到唔三唔四，咁咧就揾個林鄭企鵝出嚟講咧，就話如果將個字眼咧精準啲咧，係無可厚非嘅。喂，你政府真係咁精準咩？係咪真係咁精準先？你唔好忘記喎，我哋香港係廣東話嘅社會喎。我哋香港呢種叫做台，國內咧唔係叫台喎，叫桌子嘅喎，係咪啊？桌。桌喎，叫桌子嘅喎，好多唔同嘅。咁你身為教育局長，你咪最簡單呢、這個正垃圾嚟嘅，我今日我挑戰佢嘅。我哋搞教育，你個唔間讀 social science 嘅喺中大，即係讀社科都唔撚方叻㗎啦，嗰啲人係嘛？跟住又唔知邊度
兜兜搭搭整個啲咁嘅咩工商管理碩士啊，唔知啲邊一間學校都唔撚識嘅。咁啊，兜兜搭搭行啊行啊行撚咗做撚咗局長，跟撚住嗰個唔得掂嗰陣時，即係唔得掂做衰嘢咧，佢冇出聲噶嘛。而家跟住咧，仲整撚咗個大媽上去先，嗰個蔡若蓮咁咪香港撲兩個街咯。即係佢搞啲咧拗啲唔撚等使嘅嘢嘅。你一打開中英聯合聲明，以前香港搞回歸嗰陣時，國務院白皮書或者中國外交部發表嘅講話，咁你咪引用啊搞掂噶啦嘛，嗰個歷史嚟噶嘛，收回主權。或者恢復行使主權咧，係兩件事嚟噶嘛？你唔可以抹殺咗英國人管治香港嗰個主權地位噶嘛？如果你抹殺咗話唔係嘅話，屌你而家你仲使緊啲銀紙，仲有英國時代做嘅銀紙喎，你香港有啲銀仔啊，一蚊銀嗰啲，仲有嗰啲女王頭嘅，記唔記得？仲有喺度喎，咁你仲用英國嗰套法律替死啊？就算嗰份地契啊，而家買賣嗰份契約啊，都仲係英女王有喺度嘅喎，嗰個土地法例都有嘅。所以呢啲咧就叫無論是山非嘅人嚟嘅，即係你楊潤雄你個咁嘅垃圾局長咧，你嗰只係擦鞋，你冇撚落亂撚落鞋油啊，大佬！你亂諗落鞋油，亂諗咁拆，拆到老細都嬲啊嘛！而家我哋收個風翻嚟，我屌你！我哋國務院都引用收回主權啦，外交部引用收回主權啦，當年咁你香港搞乜撚嘢啊？有人咁樣同我哋講啊，好撚搞唔撚搞啊？嗰、那個歷史過去咗嘅，一切都跟而家1997年1月5日先至作實噶啦嘛！你搞唔撚多嘢？你有冇十幾廿年唔撚搞？而家拎出嚟無撚端抄啲無撚為嘢嚟教？點啊掃撚佢落台啦！啲咁嘅垃圾，真㗎！呢啲教育局長真係要落台㗎，冇撚用㗎啲人。即係你搞撚，即係你驚個社會唔撚亂啊嘛，係嘛？即係個個好撚得閒啊嘛。好，第二個問題。Doctor， 你喺那些年節目有講不嗰段之前俾人刪咗，可唔可以補充下咧？嗰度咧，佢啱啱時間夠鐘咧，我係講咗嘅，講咗佢後屘再佢哋自己再剪輯咧，剪咗，我就講到話支筆，以前啲人加持過咧，要嚟作法用嘅，要嚟祝福人用嘅，但啲墨水咧都重要嘅，即係你磨嗰個墨砚啊，開嗰啲水咧，嗰啲水一定要好靚嘅水，要清淨嘅水。因為那些涉及有多少我們古代的咒水、啊、符水、啊、聖水之類離開那些墨只要用那支竹的筆呢 你又要齋戒沐浴才寫那幾個字給人是一個行門來的等於以前那些、古大家看到有些人什麼開缸開缸呢就算現在的人點個獅子、啊、點睛、啊都咪求其揾啲嘢點落去噶嘛，係咪啊？都要一定最簡單都用朱砂點噶嘛，係講究啊嗰啲。特別而家我哋用啲竹筆嚟開一兩個行門俾人哋去寫字啊，嗰啲係好講究嘅。但而家呢啲失傳咗嘅，失傳咗，都冇人。識教又冇人有嗰套功夫，又冇人即係好冷門嘅知識咯。即係你做一支竹筆咧，要成百幾支竹先要可以做到一支出嚟啊嘛。因為成支竹咧做到有毛筆咁啊嘛，你批得兩批咧就散曬，又要攞個枝。同埋嗰只竹咧特別嘅竹嚟嘅，特別嘅竹嚟嘅，好幼細啊。好，第二個問題。在天羅地網咧，好多人問啲佛學嘅問題，可唔可以解答一下咧？冇得答，因為佛學問題太深奧。咁啊，自己有興趣咧，就可以涉獵百家嘅乜都聽下，
聽下咧，就自己用你嘅人嘅是非觀念咧去判斷。譬如你又聽阿喇嘛講嘢，又聽阿中國和尚講嘢，又聽下啲無厘頭嘅啲大居士講嘢，又聽下南傳佛教講嘢，又聽下印度佬講嘢。我唔賣自己藥嘅，因為我自己冇藥，冇藥賣啊。因為我講嗰啲一講佛學咧，我哋又有個規矩嘅難卡。佛祖講過嘅嘢，我就只能夠照講。如果涉及佛學，如果佛祖冇講嘅嘢咧，我唔可以加啲上去。好啦，佛祖有釋迦牟尼有答呢個問題嘅，我要攞翻佢嚟答呢個問題。我又唔可以自己作個問題咧，就去話當年釋迦牟尼咧咁樣答嘅呢個問題，呢個唔得嘅。比較好嚴格嘅，好但其他嗰啲宗派點樣搞咧，就你哋自己你嘅命運嚟嘅，可以叫做係佢嘅人嘅命運啊。所以好多人咧就變咗咧，叫學佛不成三大害。佢又唔去研究，等於今日有個病者嚟問醫問症啦，攞意見。他說他買藥食，買些什麼藥什麼藥食，我說誰個醫生叫你買的，他說沒有的，即是你懶過醫生，那你需要看醫生而已。其實他是醫生，他看見也不好，那我問我的藥是誰個叫你買哪種藥食，他說沒有的，那你憑什麼去買些藥來吃呢？你是不是那科，這些就叫業障重的人。等於而家學佛都係，你又唔去做研究，又唔去 search， 係咪？我有啲人搞到咧，就搞神搞鬼啦，話嗰啲神廟咧有存在價值嘅，乜嘢都有存在價值噶，白粉都有存在價值嘅喎，賣白粉嗰個咪有用咯，賣毒品嗰個就要喂最好。最好不要拉撚到我，是吧？但他不是看一個宏觀看個世界嘛，他是方便自己在某種環境之下，他可以做那個神棍的代理人嘛，做神的代理人。但這個不是我們的杯茶來的，但社會呢是很多這類的東西，那些人呢，有些人喜歡的，有些人不喜歡的。譬如話我哋教人啊，你每個月食素啦，每日做祝福文咧得噶啦。你每月生日食素，得閒咧就捐108元俾東華三院。佢屌咁撚簡單掂嘅咩？梗要揾條友幾皮嘢啊，買個嘢擺喺度先掂噶嘛。咁你阻止唔到嘅喎，一人蠢咧就好撚難醫嘅。人蠢點樣醫啫？冇得醫㗎，係嘛？等於譬如話，你曾蔭權而家上訴就押後宣判啦。人蠢，你叫佢喂，屌冇撚打啦，曾生嘥錢嘅啫。就算個律師話叫唔好撚上訴，都唔撚信噶嘛。我老婆都唔撚信噶嘛。當日我哋嗰陣時，佢判禮確嗰陣時，都係人問佢：你押唔押票？唔押票咧，呢條咧就算撚數；你押票咧，就拎翻出嚟，保留會告你噶嘛。你叫佢唔撚好打嗰場官司，佢唔撚信。其實你貪真咧，嗰場官司一上 court PG 咧，就不論嘅事都冇。真噶，我哋都曾經講過有一集。屌你，我做咗幾廿年特公務員，搞撚到屌咩退休樓都冇間，而家租層樓住啫嘛，都搞到唔撚大個法官漏報，真係漏報，真係唔撚好意思，任你判啦。佢個案例咧係唔撚嘅坐監啊嘛，我行上去。屌你有咩搽啲萬花油啊！滴一滴對眼，幾撚多眼淚？幾撚清廉啊！屌你老幾廿年，樓都冇間喎，我真係租層樓住啫喎，嚇！全香港冇人，係咪？佢屋企都有間老豆留低嘅，但你咁樣冇撚人怪你嘅喎，我係忙到咧漏報，壓力好撚大，啊！一早就整定兩張醫生紙，而家仲食緊藥啊，大佬！退咗休再食藥，
係咪啊？鞠躬盡瘁啊！成日話打好份工，打幾個貪污，你又俾人鬧啊！法官屌咧，睇下有你判啦。咁啊，收工噶啦，冇事噶，包括唔撚一坐監，最多係罰錢啊，社會服務令啫。因為佢拗多兩拗咧，俾你個陪審團審啊嘛，好撚大鑊啊！一有陪審團。裝你嘅人哋，即係等於陪審團，即係等於前中國嗰啲公審嘅撚樣，係咪啊？係咪一撚樣啊？佢用我要咧清公道喎，嗱唔係我判你噶，屌咧係啲市民判你噶，咁屌咧。咁而家你話俾你牙票推翻，要推翻陪審團嘅裁決噶嘛？今日我哋睇報紙，有個法官話當日咧。嗰、那個法官指導陪審團咧，好撚優惠你噶啦。不過陪審團唔撚信你啫，咁啊屌你啦！我又一口嗰啲熱淚藏針啊，屌你又吉撚死你！俾我哋提撚死，喺陪審團判你咪個官判你大佬，將個波射翻俾陪審團。屌你又嘥大筆律師費，又要行撚翻入嚟，你睇撚住，你睇我準唔準？好撚難搞㗎，有啲官司唔打得㗎，因為你事不離實啊嘛，事不離實，你真係冇報就冇報。最慘你嗰陣時，佢喺中院嗰度判啊，新鴻基啊，許仕仁嗰單行為失當咧，係寫得好死嘅，有個案例。只要你咁嘅環境之下咧，你有冇延後利益咧，已經當你係有的。因為貪污咧係好撚難捉到嘅，係咪啊？你冇斬眉露眼咧係好難證明嘅，樣犀利。所以呢啲故事教訓大家咧就係好要小心嘅。好，第二個問題。Doctor 點解唔講下中興事件？嗱，首先第一咧，我就真係如果我識咧就富貴啦。在這個時代，如果我認識那些芯片晶片的話，起碼說喂，我行啊，賣套東西給你，什麼收幾百億啊，有人買啊，最少最少啊，是不是救命，所以不敢亂這麼說，你都不識屌，你怎麼說呢，拗曬頭，那半導體晶片，但我呢就可以說一些玄學的，就是說一些花絮啦，就是自己想出來的，好人好者，人哋全世界華人社都用晶片噶嘛，個名字又好聽，又亮響響個字係嘛，三個日字，光明正大。佢老母整個芯片，佢仲整個咧草花頭嘅芯，即係你個芯咧成扎草嘅，即係滿肚草啦，所以咪做唔撚到出嚟咯。同埋你個心咧咁撚唔清淨嘅，滿到草嘅，諗撚親啲嘢都衰咁嚇，咁啊俾人捉撚住咯，你幾撚撲街咧？用個紙都用得衰撚過人嘅啫。嗱，屌你中央宣傳部，你班低 B 幹部，唔知邊撚個諗啲咁嘅名出嚟咧，害撚到個國家嘅，犯忌噶嘛？晶片嗰人好似喺全世界都明你講乜噶嘛？又響，係咪啊？幾好聽，晶片咪晶片咯，屌乜係都用個心字。用個心字仲用到草花頭有個心嗰個字，咁你撲你個街而家咪嗱呢啲咧就係玄學嚟嘅，即係唔怕改壞三壞命，最怕改壞名咧就係呢一科啦。呢啲係共產黨中人個招，深深下而家咪一心頂啊頂喉咯，封喉咯，針仔犀利啊，一心攞你命啊，一心啊破你夢啊！搞撚掂你嗰個中國夢啊！發春秋大夢，今晚主題就係呢個題目，我哋叫咩啊？夢醒時分，係啊，開頭叫夢醒時分知。侵哥，侵哥一心破春秋大夢。侵哥啊，侵哥，當老侵一心破春秋大夢。屌你一集大大睇你點發夢啊！夢醒時分啊，而家先瞓撚醒。靠拜嗰啲咁嘅柴仔吹水，有條大學教授咩研究院院長上海嘅啲，我哋睇嗰啲新聞，叫人買極
Motorola 幾粒嗰啲晶片翻嚟，就揾個嗰啲五金工人咧，揾砂紙省撚咗人個 local， 就刻撚翻自己上去，咁啊整叫漢森一號出嚟。哇！周圍開記者會、發佈會，哇！我哋中國咧而家有啦，自己做咗晶片啊，咁咧呃咗幾億啊！至於國家研究費啊，學者兼黨員呢個啊，一定共產黨員。點解你個領個共產黨員呃國家錢、貪污腐敗，仲要走落嚟香港叫香港人愛黨愛國？屌你瞓緊醒未啊？你揾啲清白啲嘅幹部落嚟叫我哋愛國啊，大佬！冇啊嘛。嚇？冇啊！你咪睇見咪火都嚟撚埋啊！你揾扎啲咁嘅貪官污吏走嚟香港叫我哋去愛國愛黨，點樣愛先你個黨？國都唔撚想愛啦！今時今日睇見你啲咁嘅嘢，真㗎！我今日先出咗一個貼文，又喺黃毓民那些年嗰度咧講過，今日錄咗影啊，下個禮拜出街。我如果你要我中國人出賣人格尊嚴，去攞呢啲咁嘅世界地位咧，我就唔撚做你中國人。你都唔係實事求是，丟撚我假，我一定放棄你中國國籍噶嘛。做嚟把撚啊，行出去世界俾人笑嘅，偷呃拐騙，係咪啊？借到啊當好彩，借到當萬財，偷撚到啊當你自己嘅創意。田北辰都俾佢吹到啤一聲啦，佢知二千。佢諗我哋共產黨整埋個政府及撚埋登記個 C 二千，就告撚 G 二千啊，無理個 C 二千，仲串撚埋法庭贏撚埋官司，屌你老味點搞啊大佬！嗱，你擲低邊幹部你駁我啊？我準備放棄中國國籍，今日可以話俾大家聽。如果你習大大再繼續與呢啲咁嘅思維咁撚唔誠實去管治天下嘅話，我定唔撚完做中國人。叫我仔都放棄埋，冇撚搞，陀撚衰家，你哋玩撚埋去算撚數。三日唔打飛機。喂，我窮冇所謂喎，我唔需要出賣人格尊嚴喎、道德喎。我哋唔撚可以同你做人大政協花樽咁撚戇鳩喎，你請我都唔撚會做喎。歪你當真，你唔撚得乜？世界自有公論噶嘛，有個歷史喎。點解歷史都想改撚埋嘅？咁點搞啫？歷史都改得嘅，有啲乜傻噶嘛？咪翟先生，你瞓醒下啦，唔該你得閒睇啲報紙，嚇你訂幾份報紙喺你身邊睇嚇，希望你習大大聽撚到我哋嘅意見。蘋果、東方、星島、明報，你打幾張嘢喺身邊睇啊？嗰啲輿論啊，睇下國情啊。如果你再戇鳩鳩咧，喂你唔係話你都唔撚準上網係嘛？出奇啊！咁你習大大，唔該你撳下我手機，上下你 YouTube 周圍聽下嘢，一日揾半個鐘頭聽下啲反對意見。呢啲反對意見咧，係對你個國家有幫助嘅。人哋啲大企業，根據以前我喺國際做工作，啲政府啊、啲議會啊，特登揾啲反對嘅人物咧，明撚知麻煩俾佢，特登俾佢做。佢要嚟提醒自己。唔撚會做錯嘢啊嘛！咪你變咗屌毛澤東一個政策搞撚錯咗，會死幾千萬人噶嘛？又特登點解要揾啲反對派嚟就係入嗰個議會咧？大企業都係嘅，亂咁噏你又有，亂咁噏都好，即係話你都要有人亂咁噏，你都醒醒啊！開會嗰陣時，嗱，習先生唔該你。自己醒少少，買幾份報紙，得閒上上 YouTube 啊，撳入去啊，聽下那些年嘅古仔，唔撚識聽就叫啲茂利咧翻譯俾你聽。今日我講啲嘢冇人識喎，今日我可以泄漏少俾大家，下個星期出嘅《總華探長吞槍》，嗰個咪唔係啩？幾時吞槍啊？冇人知啊！《總華探長吞槍自殺》，香港。好啊！再問啲人，以前有首歌仔嘅，細個或者大家都睇電影而嘅 ，A B C D 大頭綠衣捉人唔到輸 B B， 有冇聽過啊？有聽過啊？點解有 A B C D 啊？個個差人個膊頭啊，個 number 之前有呢啲字母㗎，
A 咧就係歐洲同英國嘅警嗰啲警察，就 A 字頭嘅。B 咧就係阿叉 ，C 咧就中國人 ，D 咧就嗰集不拉。好啦，另外一個字頭咧就最古怪啦，就日本仔時代用翻啲舊差人嗰一批咧叫獻賊，個字頭咧就 J 嘅。所以佢後屘和平後四五年之後恢復香港英國人翻嚟咧，都保持翻有個 J 字頭，即係呢個唔加親日本仔時代當緊差嘅。有一批差人咧就中征嗰啲咧就走翻大陸，唔同日本仔打工，但係嗰啲唔得噶嘛，養妻活兒留低，跟而家香港咁，個撚個都養妻活兒，你回歸咁回歸咪照復職，咪改撚咗個徽章，改咗支國旗算撚數咯。佢都留低同日本仔當差嗰陣時，嗰批都係 J 字頭嘅，知唔知啊？好啦，另外有一啲咧就印度差人噶嘛，包頭啊嘛，而家冇咗噶。1950年嗰陣時就解散咗，唔請印度人，就請巴基斯坦嘅。喺日本仔將近打仗嗰時候，英國因為要調兵咧去抗日啦，抗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就請咗英國中國英屬地方威海衛一班山東佬嚟香港嘅。嗰時有班山東差噶嘛，全部山東人嚟噶，高大威猛啊！咁啊住曬荷里活警察宿舍啊！咁我哋嗰689梁別些咧就住嗰度啦，佢老豆就山東啦，就威海衛人啦，就係嗰一批人請落嚟嘅，有歷史噶全部。但當年呢英國警察同阿叉呢都有槍咩嘅，華人警察呢冇槍嘅，揸碌棍，所以得要當領槍銀雞，一世性唔要吹雞，冇炮啊！屌你係咪唔吹雞咁點樣結掂啊？好啦，啲人後屘有啲印度摩差人咧，佢一高大威猛，所以喺半山區嗰啲有錢人家洋行啊。中區警署嗰啲上面嗰啲高級嘅九龍同環地方咧，就揾印度阿叉嚟行必嘅威猛啊，就唔俾啲中國人上去。佢哋有槍咩嘅，華人咧就冇槍嘅。好啊，點解會香港流行叫啲印度人做阿叉阿叉咧？就係呢班印度警察嚟香港嗰時咧，先形成咗佢本來叫牙差，衙門個牙。牙差，有啲人讀讀口漏口音啊，台灣音啊，潮州嗌咗嗌咗阿叉阿叉咁啊，嗌咗阿叉出嚟。原本又叫牙差，衙門個牙，咁啊變咗叫阿叉阿叉。所以阿叉個字咧係中性嘅，冇貶義嘅，一啲冇睇唔起，係好中性。今日因為講嗰、那個。總華探長自殺，咁啊講翻一啲歷史啊，就好少人知道以前啲差人咧。而家見到啲差人有 A 字頭嗰啲係後備警察、博士，但以前 A 字頭嗰啲咧就係代表係歐洲嚟嘅警察同埋英國警察。好啊，啲 number 咧，由2000以上嗰堆咧，好似係水警嘅，淨係睇 number 知道噶啦。好啦，有一扎咧。由百千幾到嗰幾百個係女警嘅 number 嚟，一睇呢個 number 咧，知你係邊個年代當差，又知道係邊類，即係有好多密碼喺度，即係比較好微細。所以啊，呢啲啊真係通識啦。今日就下個禮拜大家聽到呢一段嘢。咁你話香港，你啊搞呢啲咁嘅搞神搞鬼啊，搞呢啲咁嘅無厘頭嘅爭論咧，係多餘嘅。啊，咁你正話有咩問題？第二個，正話講到第幾個？阿 Doctor， 大陸將呢個紀錄片《厲害了我的國》落咗架喎，點解咧？資税咯，俾人一心。兜心鏟頂一下，全部冚旗，呢個好大鑊噶。因為佢呢個咧，美國佬呢個咧，唔係今時今日部署嘅，人哋部署好耐嘅。如果佢早嚟話你警告你咧，你唔死嘅。點你又 WTO？ 我哋一早提咗噶，一日得，我哋小心啊，裝你噶喎。
早警告你，你唔傷乜滯噶嘛？唔肯做咗或者鬼鬼祟祟啦。好啦，喺你入邊設埋廠，又明知你會偷嘢嘅喎，所以蘋果咧都喺你嗰度做。蘋果啊，都點啊，台灣佬喺你嗰度做，個台名啊，做蘋果手機喺你做，賺你嘅勞工廉價嘅錢，賺你錢。裝你，俾你偷佢啲嘢，你自動會偷噶，係嘛？咁你偷嘢咧，又俾你偷，又點你搞嘢，咁你以為好撚叻喎？咁啊，紅唔紅聲自己擴大減啊減啊減啊減埋咯，但係佢唔好忘，佢忘撚記咗喎。今時今日你共產黨咁撚巴撚閉，你冇辦法做到間台積嘅公司出嚟。全世界台積嘅晶片啊，知唔知？第二大嘅銷量，知唔知？台積電嚇？台積電嚇？台積電緊，知唔知啊？犀唔犀利啊？所以我今日咧就貼咗個貼文咧，就話你中興嘅嘢咧，我哋唔係嗰行。啊！就係講個娛樂咧，你起個名起撚錯。第二咧，心術唔正。如果你中國共產黨保持鄧小平嗰個精神，實事求是，我知道我自己唔夠，我哋係要借人哋嘅力做嘅。你好地同我啲科技嘅強大嘅國家咧，好啲合作，公平，真係合作。我做二把就二把，你賺錢咧，我唔羨慕你。賺十蚊翻嚟，你分七蚊，因為你有技術。咁你拍住佢當做撚曬成個亞洲都富貴啦，係咪啊？自己有內銷，又唔使人哋去買蘋果入嚟，自己中國蘋果就同美國佬合作嘅，佢一樣賺你錢分錢啫嘛，你賺多咗喎，因為你圍到$14一個美金成本喺中國，人哋賣幾撚貴，你冇啦，你入嚟做咧，我哋不如合作啦。嗱，我轉30%間公司投資。我提供曬資源俾你，你係賺錢咪多咗先？佢唔等行正大光明嗰條路喎，鬼撚鼠鼠古靈精怪喎，咁咪抵撚死咯！你仲可以燒撚埋亞洲喎，你一入埋燒過印度咧發達啦，印度十幾億人，中國十幾億，成亞洲夾埋成30多億人口喎，大佬，係咪富貴啊？係嘛？咁你自己同俄羅斯咁撚友好？跟住點美國佬開發一條拉咧，專燒去俄羅斯都仲得，因為俄羅斯嗰個天氣一凍咧，企撚咗喺度噶嘛。你揾咩計仔整撚到天氣凍咧都行得喐咧，咁啊富貴咯喎！你應該係正途諗呢啲嘢。我諗冇共產黨唔係，嗰扎咁樣家產低 B 幹部搞經濟嗰啲，邊度識經濟啫佢？咪你做生意你唔光明正大實死噶喎，人哋裝你噶嘛，而家就俾人裝啦。都唔知點樣埋尾，我哋中國人都丟撚架啦！好唔撚好嘅條件，你唔撚去揸正嚟做，正大光明啊嘛！我同你合作，公司兩份，我提供曬資源人力嘅嘢，燒去外邊，燒內地，我都兩份啱嘛？美國佬制噶，我唔撚偷你嘢嘅，係咪掂咗先？佢又唔撚係鬼撚鼠鼠。係都自己搞啲嘢出嚟撐，又話要自己乜自己乜，咁咪搞到咁咧？習慣咗，習慣鬼鼠，真係個心術唔穩正。嗱，呢啲誒提醒啲年輕人啦，點我哋成日都講，你唔係搞老實，唔係搞誠信，你要搞真實就咁解。真實啊，唔係老實啊，要真實。所以鄧小平係好叻一個人嚟喎，我哋真係尊重佢。四個字啫嘛，最重要係實事求是，即係你唔好搞咁撚多花神啦！啲老人家幾撚心最清，嚇！即係成個國家最撚大鑊咧，就係唔得實事求是。你明撚明唔撚夠開銷嘅，做個副做個常委副總理，吸咗皮幾一個月，屌你點撚夠開銷啊？你咪揾鳩笨柒啦！唔該你支翻10多萬啦，習大大加薪啦，冇搞咁多花神啦，又咁多補貼，咁樣補貼，又貪污又剩，屌你乜仲撚廢嗰份人，啱唔啱先？搞到個撚個貪污嘅，幾撚戇鳩？貪污腐敗
屌你媽張曉明啲咁嘅垃圾之流走嚟香港食鮑魚食剩叫雞，屌你媽叫鳩我哋香港人愛國愛港喎！屌你媽多撚魚嘅點愛國啊？你有資格叫嚟愛國咩？特別叫我添，仲撚戇鳩！你查翻我記錄啊！你有咩資格？你共產黨你叫我愛國啊？你憑邊撚忽叫我愛國啊？你俾份清家品我，有幾多身家？你一個月揾幾多錢人工？啲錢點樣嚟嘅？你解俾我聽，有冇納撚個税？收撚你工啦！你同我講愛國走嚟香港，啱唔啱先？屌你！我哋真係唔撚知衰噶嘛！特別你啲咁嘅死人左仔土共，點樣叫人愛國啊？嚇！三群結隊埋堆，屌你媽搞鬥爭搞分化，成個香港搞分化。回歸之前過香港人支持嘅，一場華東上災過撚我捐錢嘅，而家搞到神憎鬼厭。回歸後讀書嗰啲僆仔就你搞出嚟搞到唔撚愛國噶嘛，廿幾歲嗰啲唔係英國人教啊，全部揀錯啊。港英殖民地教育咧過撚我捐錢嘅啲人知唔知啊？有數計㗎，五歲，今年廿五歲，回歸咗二十年，而家嗰十年廿歲、廿幾歲嗰啲過撚過唔撚愛國嘅，就係你共產黨教育教出嚟嘅。有時間計撚到噶嘛？咁你搞乜撚嘢？你話你搞乜撚嘢先？衰撚過英國人搞教育，英國人搞撚完都愛國噶嘛？有歷史讀啊嘛？董建華個乞兒一上場唔撚使讀歷史啊嘛？咁啊點樣愛啫？嗰條毛啊？嚇！屌你反省下啦！你哋教育局，屌咩？你左派工會、左派人士忽然愛國，提醒下共產黨啦，自己要反省嘅。習近平你都要反省嘅喎，今時今日。俾多一針，一招攞你命，你咪要反省咩？整架柴仔吹水，屌你老母一帶一路，賄賂個腦啊！嚇、啊！中國夢，中國人使發夢咩？中國人好撚實事求是啊嘛，發夢啊真係冇咁撚早啊！你自己發啊得，你冇撚預我嚇、啊，夢醒時分點樣有先嚇？啊屌你嘥撚氣咁啊！四兩都冇話當一斤咩？班唔家產，好撚曳啊！啲幹部水平好撚低啊！屌乜特別而家中宣部唔知搞乜撚嘢，中央宣傳部唔知搞乜撚嘢，屌乜寫啲嘢唔撚見得人嘅，特別嗰張寫《環球時報》唔知登啲乜撚嘢出嚟，啊！今日又撐撚到痕。第日嗌跪低啦！屌你咁，你冇撚搞啦，大佬好撚失禮啊嘛！第二個問題，點解中國咁少有質素嘅原創性產品？你有拎唔拎出嚟先？當你有啊，你創新咗有件產品，你敢唔敢拎出嚟啊？俾人抄喎，試下你。咪咯，屌你乜點創啊？好啦，第二你嘅思想唔自由，更加唔會創噶嘛。兩樣嘢冇你冇嗰個土壤俾你有創意嘛，唯有偷咯、抄人咯、當自己咯。你思想唔撚自由，跟住你到你有啲天才諗到一樣新嘢，你去邊度保護到你嗰個專利先、個知識產權先？字以前都俾人告我，唔係啊，諗清楚。有個人發明咗一種藥膏，薄骨。斷咗一個禮拜咧，可以生翻。千方百計託一個大陸嘅幹部啊，佢信得過嘅，走嚟香港揾我。我屌你交翻上俾國務院啦，嗰啲佢唔掂咧。佢屌你學得好撚少錢，好撚少錢，同埋咧轉頭咧就俾人抄撚咗係佢嘅喎。最撚慘係咁撚嘅，知唔知啊？佢話撚翻你抄佢嘅。你俾啲咩新產品俾共產黨嗰啲咁嘅單位？哎，我哋一早有啦，咁啊，講撚定先。冇佢都話有撚定先啊，封撚咗你門啊嘛。咁你又點撚解？咁你問啲網友點解會冇咧？咪就係咁冇咯。你有都唔敢拎去登記啦，係嘛？田北辰自己做人大代表啦，屌你兩粒冇仇報嚇、啊！你普通人點有仇報啊？因為夾埋嗰啲官府嚟屈你啊嘛，法庭又係佢，屌你咩係咪啊？同你打官司嗰個又佢自己黨員，咁屌你乜點樣搞啊？你話點講？
嚇、啊，冇得㗎。希望他們這次的打擊呢帶來給他們整個黨呢就要反省的，世間呢真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經常說共產黨觀其言聽其行，我們現在我們中國人民又看著李習先生觀其言聽其行，怎樣落實一國兩制，怎樣執行個一國兩制的基本法，你可以玩撚曬嘅喎，我哋成日叫啊，咪而家叫喎，一回歸咩？我哋睇到搞唔撚掂啊！中國，你哋唔好撚搞啦，搞一國制啦，派京官嚟治港啦，我哋講咗幾撚早啊？人工平好多嘛，幾皮嘢掂啦，請個京官嚟治港，換撚曬香港擲殘官，揾曬深圳啲幹部嚟，俾個任務你，留翻香港幾一啲精英咧唔出糧，我啲出嚟做顧問。出糧的不用洗，因為你自己都不用碰，立法會又是沒有糧出的，就天下太平了。現在你不只得香港就是殘官去做事的嘛，你知道梁振英還仆街，現在開始他縮縮地了已經，我們聽看新聞。因為為什麼呢？他突然間無厘頭呢，他說他幾個子女呢沒有英文名的，又沒有去外國讀書的，所以就是正式的外國家庭來的，這麼厲害，外國分子沒有英文名，沒有英文名，哇這個標準是很低的，沒有英文名我屌，但他忘記了現在整個公務員班底個個有英文名的嘛，大佬全部不外國，就是屌你，林鄭月娥對落的局長啊、司局級啊、下面那些處長個個有英文名啊，大佬那整班人家產業兩班就整班不外國的做政府公務員，你是不是香港死得呢？這個是我們國家領導人，名義上說國家副政協副主席是國家領導人級說的，你就是香港的官員，全部在共產黨眼中是不外國的，你有英文名，要拿去打靶，你要用梁別三的標準、啊、問你吃怕沒嚇、啊，我咪咪縮撚咗條友，唔知咪俾嗰啲咁嘅打狗針，屌你咪話追殺個冚家產嚇撚到而家縮撚咗語無倫次，係又好啊！我整件袍出嚟，成個南河佬咁撚樣咪大撚王，真係傻傻地嘅而家梁振英啫，屌你收工冇撚出嚟啦，追撚殺你噶，好撚易噶，我哋都好落力啦，就通知咗林卓廷。我哋最好喺香港咧，揾個胡國興大法官攞個法律意見，如果佢可以嘅話，揾啲退休大法官攞個意見。跟住喺英國咧，又揾啲退休嘅大法官咧攞個法律意見，佢個 OK 嘅，咁啊揾英國兩間嗰啲咁嘅上市公司嘅股東出嚟攞完個法律意見，就行入去倫敦警署報案，或者佢有關嘅部門報案。咁啊英國咧告出呢個689咧貪污。香港就告佢咧就公務員失當喺行政會舞步，明金收兵好撚簡單，開咗法好似喺英國，係咪簡單嘅喎？你香港你咪揾個胡官啊啲大法官攞個法律意見咯，即係話佢做個大法官落嚟再可以掛牌，或者佢有仲有嗰個權力咧可以俾意見人嘅，咁攞完份意見揸撚住份意見咪拎去 council 咯。呢個地政司處投訴咯，我點解唔撚告咯？撚告咪攞個 call order 咯，好撚快嘅啫，最快就喺英國噶啦，送撚咗上國先去報案。佢未必有罪喎，因為上國佢可以自己辯論啦，自己請律師啦，咁你都俾到個清白佢喎，俾到我哋啊梁別三咧有個清白。好撚快喎，點啦？咁啊，林卓廷希望你做啦，喳喳聲做，啊，先做英國先，做撚完英國先，澳洲慢慢蹬蹬車，又揾個大法官攞意見，退休大法官，因為退休大法官咧，佢人物好啊，即係各階層佢見過好多人噶嘛，喺個社會啱啱啊，佢有嗰個江湖地位噶嘛。還有些做完法官比較正義感的，他不是開箱的那些還好，不用皮費嘛，有多少顧問費收，又可以出位、啊、
告實香港前特首，送佢老母羅和咁幾撚精神，佢鬼佬係咪？啊，你記得請我飲多兩杯威士忌係嘛？多幾錢肉緊寫緊死話唔怪慘，好做㗎！這個林卓廷應該要行呢招，平靚正啊！如果你冇咧，我介紹俾你英國。屌我哋有幾個國會議員㗎嘛？我個學會喺英國，我個學會啊喺英國有幾個國會議員㗎，我介紹俾你。包你同你執劑，啊！我仲有咩問題？傳媒點解唔報導上海仔爆料事件？哇！咁你寫上問傳媒先得喎。冇人咁報。嚇？冇人咁報。唔係東方有報。有嗎？東方有啊！東方冇報上海仔爆料啊，係東方報爆上海仔料啫喎。冇報喎，冇報咩？蘋果冇報咯。蘋果冇報。他怕不真實不報吧，有當事人在這裡，這個就很難說了，因為他們那些傳媒他選擇報，他有人報了出來，被某報紙的老闆告他誹謗嘛，因為我們馬先生花名的字封叫馬掃場嘛，我屌你啦！咩你報捻完咪佢走去掃場咪打捻我係咪啊？你明唔明我先啊？但呢單嘢咧，應該會有人咧去投訴嘅，因為佢喺個 YouTube 擺喺度咧，有表面證據，同埋上海仔我哋聽佢嗰個視頻咧，佢肯出嚟做證人，牽連好大，又牽連我啲幾個特首啦，又牽連我啲高級警務人員啦。係嘛？又牽連我台底交易啦，又話應承俾個大紙巾勳章阿馬老闆啦，喺 YouTube 睇到話大家事不離實噶嘛，佢真係咁講。咁你如果你有關部門應該聽到，或者有人去投訴，涉及有人貪污、有人成，咁你廉政公署要開快腦，係咪啫？但你話佢嗰個內幕咧，我哋唔知，因為我哋唔係當事人。佢嗰啲咩恩怨咧，我哋就唔可以置評。邊個誰是誰非，誰啱唔啱，邊個收人錢又剩。但係都係好現實講下，我都有睇過嗰個視頻。馬老闆係豪氣嘅，呢個事實。就算你而家你普通城中嘅闊佬咧，冇咁闊佬。抽個 number 出嚟，邊個係頭一個？80萬喎，大佬，唔係80000喎，係咪啊？真係，唔係講笑，大款喎，成嚿大款喎，係咪啊？當然有啲出去攞咧，撳緊住塊面企喺度都有，係咪先？冇幾多個有呢個豪氣。即係肯搞呢啲咁嘅party， 咁樣殺銀紙化，值得鼓掌嘅。因為嗰個人嘅價值觀個個都唔同。等於以前我哋講喺唐西風月有人燒銀紙咧，有一集我講過啦，8點燒到第二朝啊嘛，燒錢啊！屌你係咩？真係煲綠豆沙，燒極都煲唔撚滾。點滾啊！咁啊，新加坡嗰個富商咧又燒輸咗俾香港嘛，因為咁多現金啊，搬都搬唔切，問朋友漏嘢借都借唔到咁多現金，但嗰個二世祖咧就屌咧打開夾萬有咩路燒咯，都算誇張啊！但當年嘅消費好犀利噶，一晚去嗰啲出局咧都要成400-500，當年400-500等於而家香港嘅100,000啊最少。$5一個月人工啫嘛，你咪計咯。而家圍到我當你8,000人工咧，10個月都係80,000啦。但如果當年$5一個月人工咧，10個月都係50啫喎。佢減到400-500喎，我屌你咧幾多錢啊？嗰個潛水1,000幾喺筲箕灣買一棟樓喎，3層喎一棟啊！以前買樓我層層買㗎，買一棟，1,000多買一個 number， 3層高嘅，
5000元咧就好靚下噶啦，有千幾尺一層嘅，買幾層包埋地下，嗰啲咩富貴？咩年代啊？戰前啦。哦。同西方而家戰前啦。但如果而家馬仔嗰次搞生日會咧，派咁多錢咧，都係豪氣，係嘛？事實嚟，我哋真係好公道講啊。我認識呢個人好耐嘅，佢係捨得花錢嘅，即係係啊。阿馬仔佢一開心咧，冇咩所謂使錢。你識佢？我識佢好耐，佢嗰次有一次喺度當花絮講啦。佢同阿華國曹嗰晚咧，我坐喺張台度，佢請我跳舞喺 Sisa。佢行我隔離房飲酒翻嚟，喂，點解同阿華國曹啊？咁點乜撚嘢事啊？點解過嚟飲酒都會嘈起上嚟？我哋啲細侄嚟噶嘛，我同佢爸爸好熟噶，我哋差唔多60年代尾70年代初。我哋每一次去嘅夜總會咧，都馬先生找數，知道我哋喺度咧，佢好好叻噶，佢家父阿馬適元交大仔樓面嘅，俾啲咩人嚟咧就打個電話俾我啦，跟住有人同你哋埋一單啦，好叻噶佢爸爸，即係我家仔好吃得開嘅，我變咗而家阿馬仔咧都吃得開嘅。即係總之你啱 key 嘅話咧，冇撚所謂嘅；唔啱 key 咧，麻撚煩啦，掃鳩你場。佢啱 key 就冇所謂，佢啱 key 冇所謂。即係呢個就個人嘅性格啦。嗰時佢賣嗰隻百利酒啊嘛，咁有個馮安咧就幫佢手嘅，係嗰啲心腹嚟嘅，即係報館嗰個叫夜貓手記啊。嗰、那個《東方報》以前有個叫《夜貓手記》有段嘢，嗰、那個筆者姓馮，幫佢想賣酒。人啊，好闊老嘅。如果講係洗場面錢 OK 嘅。俾咗錢啊！黃宗文喎，黃宗文有冇認啊？佢俾錢黃宗文應該嘅喎。50萬喎。佢做文膽啊！同埋佢寫稿喎，咩寫稿做文膽，即係等於你做嗰啲幕僚咧，就冇譜喎收錢。幕僚真係好貴嗰月，係咪啊？你諗下基辛格嗰時幾撚貴？咁黃毓民有冇學基辛格咁撚高身價咧？就好似冇咁撚高身價添。50萬一次啦。嚇、啊！俾幾次佢？你要俾幾次好撚少錢啊，大佬！應該收5球啊，啱。係啊，收得咁撚少，影撚衰過唔聽你啫。屌你啊！咩你話黃毓民收50萬好撚 cheap 啫喎？收過幾次？收過幾次都 cheap 啦，收咁撚少。你同佢講講。係咪？屌你啊！收到一就唔收，一收就冇撚聊幾條條聲，唔係梗係求求聲噶嘛。啊！佢點解唔收錢啫？屌你揾我做嘢梗係收錢，同埋做呢啲咁嘅感性嘅工作咧冇價嘅。即係譬如話佢揾阿妹妹要指定佢拍一個廣告片，分零兩分鐘啫。佢可以要你1億美金嘅喎，你拍唔拍咪撚走，冇價嘅喎。有人中意俾1億美金佢。做個廣告片冇得告嘅喎，邊有價噶？你真係走去中央台賣廣告仲撚貴啊！嚇，邊有價噶？冇價噶，冇價，真係冇價噶。等於而家佢嗰啲美國總統落咗嚟，阿 Camden 周圍演講好貴噶嘛？嚇，好貴，好貴啊！等於我開時空班都好撚貴噶嘛？我唔係過兩個鐘，屌你收200幾萬，大佬點黃毓民唔值5條啊？有冇搞撚錯啊？梗係值啦，佢做咁撚多嘢，寫咁多嘢，啱啱先？我哋都收2球幾啦，2個鐘頭開班都係咁撚貴㗎，你咪撚讀啦，係咪啊？仲有咩問題？問題問曬。
有幾耐時間啊？去咗一個鐘唔差，個半鐘。哇！咁你講埋嗰啲嗰啲花絮啊？講講書啊，博士。今日唔講書。O K。今日花絮咧喺小蒙古歌唱咗歌啦，有《千禧竹風雲》中文版啦，《佛陀》去到49集，跟住有一個咧就清華教授話，冇文化嘅文化咧就係最可怕嘅。啊！咁跟住有盤棋，就一隻卒仔就可以守和啦，只要文創。跟住有一個李永樂老師就介紹中興禁令嘅芯片點解咁難做，咁咩係芯片咧？咁啊有啲介紹嘅。呢個要教俾大家睇嘅，因為我哋識好少，我哋只要半導體，我哋只要半導體，亦都知道佢喺攞啲沙咧提煉出嚟嘅。沙提煉咗硅變咗硅片，硅片咧就做塗料，塗料咧分開咗佢，佢將佢三種唔同嘅電子嘅質地嘅元素咧擺咗喺度，咁咧就由呢一係左入右出，就調翻轉頭嘅佢係半導體，一半可以過渡到嘅。咁佢又最深奧咧，又設計嗰啲人，同埋佢個光影投射落去黑嗰啲。是涉及很精密的技術的。如果譬如說他這次一禁運是很大鑊，因為你現在的電飯煲啊、電視機啊，逢是涉及電什麼的用品呢都要有那個芯片。現在中國本身是有的，但是低端的，即你開發到這麼高端就更加深奧，等於譬如說你開發到那些打電子戰那些更加不用說，那些叫浪費冷氣。所以我哋成日講話，你整隻咁嘅遼寧號出嚟，作為中國人，哦，你自己做到航母艦咧，我哋開心嘅。但你就唔好吹水，你仲要好坦誠同世界講，我哋而家做到航母艦出嚟啦。不過跟而家嘅水準咧，我哋落後咗20-30年嘅，咧咁啊得啦，即係知衰啊嘛。只要自己不足咧，就繼續努力啦。好過以前屌咧三板衝炮艇啊！你老實講冇事㗎，我哋自己知水平低㗎嘛，但你又無撚吹水，法國佬叻撚過你㗎嘛，俄羅斯都仲未有核嘅航空母艦啊，法國佬有啊，俄佬都未有啊，核潛艇又有俄佬，核動力㗎，係得法國同美國有，法國最強項啦，好啊，跟住你而家只係遼寧號。夜晚上落唔到機嘅，屌咧唔通人打仗靠你等你日頭打咩？冇咁撚戇鳩啊嘛！咁呢啲嘢就冇撚講，出嚟擺下景啊！誒、哎，我都有隻裝衝眼炮艇，我哋做到嘅而家，咁你都係無可厚非。我哋自己人咧，最緊知道自己落後。好啦，之落咧，你用智慧贏人咯。我唔捨得買個6-7萬嘅 Bentley 新款。路市最靚嗰啲6-7萬，屌我咪整架6道門嘅釘乸頂撚冧你咯，揸出嚟啱唔啱先？大家見撚過啦，6道門屌你咩頂冧佢噶？幾條啫，咁啊贏你6-7萬啦，啱唔啱啊？等以前我僆我後生，我就揾架1950年嘅米乸開篷，頂冧架開篷路市喎。睇嗰套《九二神雕》啊，喺海洋公園啊，露天電影啊，我同某女士去，同某明星去，佢喂幫手頂頂撐撐場，我點撐先？我睇露天電影喎，點樣好咧？我唔緊要，我攞架開篷嘢嚟車你去，咁啊整架1950年嘅米乸去咯。回頭咧一早去咗咧就開篷勞斯萊斯。他跟朋友借教去梅艷芳啊，咁我哋去到將近入場咧，駛入去嗰陣時咧，哇！好多人記者圍住梅艷芳訪問噶嘛，一見到某女士同我嚟，佢都係電影明星嚟噶嘛，某女士，哇！點呢架車未見過喎，咁撚過癮嘅，咁啊啲老記者，哇！呢架點咧萬年怪獸好撚冇噶啦，香港個撚個記者走撚曬嚟影相，梅艷芳咪戇鳩鳩咯。你應該靚嘅開篷老少來之輸俾我噶嘛？
所以咧，唔係話你有錢贏人嘅，要有智慧。呢個真係時空式嘅學問啦。你共產黨唔撚係三板衝炮艇，又衝唔撚起，啲人一喐咧就咁啊屌你咩，連褲都剝撚埋，咪肉撚酸啊！收工。第二個問題。最後咧就係咁多啦。哦，咁啊，下集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